会响应全民运动之推展，以正当休闲来增进身心健康，提振服务士气，激励团队精神，完成时代使命。大家都知道，运动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前沿。我们每年都有举办中央机关的员工运动会，在今年呢，我们非常感谢由人事行政总处跟教育部共同来筹办这个活动。我们根据统计呢，今年大概有50个机关，总共有5700多位的员工来共同参与这个盛会。我们相信从这样的一种参与的热烈程度，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中央机关所有的员工朝气蓬勃，并且在平常就有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这是国家之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的职业平常的工作都非常的忙碌，公务员也不例外。我们也都知道，每一个人的身体都不是铁打的，再怎么样坚强的意志也必须靠适度的休息以及规律的运动来补充它的活力。所以我们中央机关每年举办的这样的一种运动会，包含各种各样的球类比赛以及竞技活动，就可以鼓励我们平常有运动习惯的员工们可以有一个努力的目标，让我们在平常工作繁重之余还知道适时的找到一种解压的方式，并且让自己的身心状况维持在最巅峰的情形。我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能够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不管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球类或者是一些竞技活动，一定要持之以恒的让它变成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在我们适度的放松自己，并且保持自己的身心状况最佳的情形之下，我们才有办法在日常的公务里面头脑清楚，并且精力充沛的把我们为民服务的事情做好。那么今天呢，就像往年我们每次举办中央机关员工运动会的时候一样，有时候会刚好碰到天候的变化，那么我希望这个运动会能够尽量在不受台风影响的情况之下能够顺利的举行。那同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跟灾害防救有关的机关同仁能够在台风来的时候回到自己应有的工作岗位上面来做好我们防台的工作。那无论怎么样，我们希望所有的员工同仁都一定要能够养成这种平常就规律运动的习惯。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首长、卫兵以及同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福我们今天的大会顺利成功，谢谢。